我现在都有点怀疑了，是不是我当时一时糊涂没有清理干净？网上那么多人骂我姐，我真的很生气。明明是我犯的错，凭什么他们要骂她呀？可是我后来才想明白，我就是毕小然，我太笨了，又给我姐抹黑。你觉得剧本是你泄露的吗？不然呢？要不然他们也没人信我的话。说实话。 我现在都有点怀疑了，是不是我当时一时糊涂没有清理干净剧本啊？我相信你。啊，我都不信，你还信我？你说什么我都信。你别安慰我。我没有安慰你。我想让你知道，在你人生低谷的时候，你伤心难过的时候。 会记得有这么一个人，无条件相信你，永远站在你身边。赖正一，谢谢你。 绝对不会自暴自弃，一定会加油的。嗯。